实至名归。我觉得这单纯是我的一种演出的习惯而已，就没有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拿出来要评个奖、要炫耀的。然后每个人习惯的演出的方式都不同，对，我只是觉得，博君一笑可以，没关系。我觉得应该是 Capper，因为我觉得他比我绷不住的多一些，只是我哭得比他丑一点。不是，你还绷不住那一轮，比较就绷不住的很精彩。对，对，没想到啊。实至名归，不用再说了，我觉得没什么好没说这么意的。外的，对，意料之中吧，大家再接再厉。看早安的表情，早安不服，就这是最经典的仪态的表情。大家再接再厉，不过你们再努力也可能超不过我。别努力了，回家吧。就真没想到，就我觉得我应该掰不过他们的，因为我已经有一周多都没有健身了。在这。咱要不要给他们说几句这种垃圾话？垃圾话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再接再厉嘛。送给他们，送给你们，再接再厉，好吧？送给彼此，送给彼此。可能是这个我们巅峰对决里边的最强手腕，开心吗？说实话，就还是就挺莫名其妙的。我感觉就是，为什么突然一下就要比一个掰手腕？但是就还是很开心。对，就开心呢。就是说开心，对，力王，好吧，说唱巅峰力王。